这样子美美的让大家看到，但是呢还是要这个回归自己，有没有在最舒服的唱歌，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音乐。那其实呢刚刚带来两首歌曲啊，不管是阿娘文或者是莫名其妙爱上你，其实都是非常好听的歌曲。真的吗？对啊，大家都喜欢吗？有有喜欢的话记得要买一下专辑啦。如果是刚刚经过我们西门町联合音乐广场的话呢，目前看到我们台上是四叶草，然后家家唱片还有五大唱片都在我面对舞台的左后方，今天呢都可以在现场购买得到这一张全新的首张专辑，叫做我来自四叶草。对，那不过其实我们刚刚有这个跟大家分享了，就是说一发专辑的时候啊，好友就会来比如说女闺蜜啊，小琪姐啊，或者是小 Ella， 那他们我想是在你生活中非常重要的，是陪伴你生活的人。那但是呢在这个你要出道这个4年的过程当中，其实呢也有工作上面非常重要的幕后推手，所以呢今天在这个首张专辑的签唱会的现场，当然也要来好好的介绍一下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三位幕后团队也来到现场。首先欢迎的是我们新加坡 AC Music 的董事主席 Ken， 还有亮南文创的董事长彭康玉彭董事长，以及专辑制作人黄明志，欢迎。我相信呢这个幕后的团队非常的重要啊，所以今天终于发行了这张专辑，我不知道可以有些什么样的感想，毕竟一年这样看4年来看下来，这个四叶草有很大的成长。是，来 K哥先讲。这4年也慢慢看四叶草，从小女生现在变得比较大了。是小女生。那我希望这个专辑很大的小女生，对，很大的小女生。希望这个专辑会，第一个专辑会好的卖，大大卖。谢谢。好，我先讲了，名字压轴了哈，制作人压轴。四叶草呢是我们短期间看到最优质的女艺人。然后呢也是我们亮能文创的首这个叫什么掌上明珠，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大家一定会全力以赴让他这张专辑呢发光发热。谢谢。哎，大家好，我是黄明志。这次帮他制作这张专辑呢其实很多感触，因为他一直以来都他做蛮多首歌了，然后都是 EP 嘛，两张 EP。然后我就告诉他说，我们一定要帮你，一定要有一张专辑，因为他对我来说可能他整个感觉好像蛮偶像的，其实他是一个很有实力的创作人，然后也是很有实力的一个音乐人。有人家还在偶像这样子的光环。对，可是因为偶像比较好赚钱，所以我们就把他弄成偶像。大家都老板，你不可以讲了。OK 啊，你快讲给我。真的，我那直接讲出来。对，是因为实力，这样很实力，感觉就对，要偶像一点，偶像好赚就对，偶像好赚钱，对，要赚钱最重要。我有经历过，这个我们可不可以等一下才？是的，因为我讲真的，认真的，因为四叶草他很多歌，他很会写歌。虽然之前他写那些很红，他唱红很多歌都是我写的，可是他自己本身其实很有创作的那个才华，对。然后只是因为我觉得要给他一点时间，然后慢慢去磨练这样子。可是对我来讲，他已经很厉害了，因为我写了300多首，我写了500多首歌，才写了一首《好想你》。他前面几首我听过的，大概他写了10首丢给我，我觉得大概7首就能拿来用了，拿来骗钱了，对，没有拿来赚钱的，赚钱的，不是骗钱，拿来分享给大家听啊。对啦，所以我就觉得天才这10首里面7首能用，我写了500多才写了一个好想你，对，真的不简单。我写了700首才写了一个飘向北方。所以四叶草，假以时日有机会超越黄明志吗？肯定，我希望他超越我，是我的荣幸啊，真的。对啊。哎呀，但专辑制作人谦虚了啦。不过呢，当然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呢，四叶草不只是有这个创作实力，偶像兼具，然后呢，就如同小琪姐说的，不只是这个希望变成大马女神，希望变成台湾女神，变成华语乐坛的女神，这点非常重要。那当然呢，既然要到处这个走唱的话呢，我相信这个麦克风是很重要的。听说今天，哎呦，三位有送上了这个麦克风，是不是？我们工作人员来帮忙哦。专属麦克风，好可爱，很可爱，上面还打着一个红。对，看它小小个，很好用哦，这个。对，是这个非常精致的，特别送上了这个麦克风。哎，那要不要帮你们拿一下麦克风？我先帮来这个合照一下，没问题。看不出来对不对？看起来都好。是，中间的这个麦克风很重要，因为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对。
这个啊，把哦，对我们有一个巨型的，是不是啊？巨型的代表放在中间啦，哦，好好好。这个呢，小型的这个麦克风呢，是真的是专业的麦克风啦。我们这个届时呢，会到时候再帮这个四叶草做上这个特别的烤漆，然后属于专属的麦克风。好，那我们先请这个大家一起视线一致，从左手边这边蓝色衣服看一下哈。好，视线一致，从蓝色衣服这边，谢谢。好，中间。好，再换右手边。都有拍到吗？没有拍到哦，再回到中间前方好了，谢谢，不好意思，中间前方再补拍一下啊。好，都有拍到吗？没有拍到，麻烦再举个手让我知道一下，最左手边，谢谢。好。OK， 谢谢谢谢媒体朋友，当然也谢谢我们老板们，哇，这个幕后推手的团队相当的重要。再一次谢谢我们新加坡 Ace Music 的董事主席 Ken， 还有我们的这个彭康玉董事，以及哦我们的专辑制作人要稍微留步了，因为呢这个比较大的麦克风啊，哦，我有听说这个是有送上了一点心意，对不对？哦，好，那我们工作人员帮忙撤一下。哎，不好意思，等一下，那个、等一下，你喂你麦克风上来了，这么容易就可以下去吗？是是是，啊。你觉得我们这一群的粉丝里面不会想期待看他做些什么吗？要吗？好来跳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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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啦。好，既然你都来，我一定要好好消费你一下。那要干嘛？要干嘛？没有讲，没有讲好后面。我们好啦，当然我们也是唱歌，不然要干嘛？唱什么歌？唱什么歌？唱什么歌？要 来麻烦好想你2.0。Yeah！ 哎，糟了，忘词，糟糕了。怎样？糟糕了，临时考核。每当我在开车，你总会问我到底在哪里，有没有在想你，啊，有没有在爱你，还问我如果我妈和你又掉进水里 ，Please 啦，今晚就是一个问题，你一直重复再提，在电话，在简讯 ，APP， 还要去站你，又打了2万遍不够，你说还想再提，就想你，哦，爱你，对不起，爱你。每次争吵，你总无言话语，说的话拉稀里又咬舌自尽，就连邻居都以为我是变态，懒用暴力把你摔下有几级。你就问我没有用心聆听你的心情，你的 emo 道理 sorry， 都忍心回家去，然后又再来问我有没有在想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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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你，真的真的好想你，好想你，假的假的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真的西北西北好想你，好想你。耶耶耶！下一段是什么？孔子说。孔子说，身边的朋友要学习包容，就有的都要等着把我 KO。孔子说，金牛座男女都相当不错，你专一又顾家，还非常疼爱老婆。金牛说，你要无时无刻想我，代不代表你要随时随地 call 我？马云说，男人好累，你好好明明识破，别再任性，要乖乖听话，好好对我。你知道我，你说我好想你，你这是全世界最浪漫的废话。爱不爱有没有想你？这是全宇宙最无聊的问答。懂得甜言蜜语，所以只说好想你。因为是和你这样来表达。西北西北好想你，好想你。我今生最美丽的邂逅，他总让我忙得头大，却让我整夜牵挂。遇见你是我甜蜜蜜的糖果惩罚，属于你的糟蹋，只叫我没有办法。你是我的搭档，要是我软趴，钻研你的逻辑，我不会害怕。哦，我听你大大，这才是我的废话。我要好好去爱你，爱我的老妈。就连吃饭睡觉都在想你，想完我老妈后才轮到你。就连吃饭睡觉都在想你。想我老妈后才轮到你，就连吃饭睡觉都在想你。想我老妈后才轮到你，就连吃饭睡觉都在想你。想我老妈后才轮到你，妈咪我也爱你。谢谢，热烈掌声。
谢四叶草费雪人黄明志这首歌曲好想你二点零。哇，现场大家有都会唱吗？会哈，感觉很棒哎，这个组合实在太棒了。其实很久没有唱了，上一次应该是第一张专辑，然后我们一起的那个记者会，还有那个宣传的前唱会，大概隔两年了，对，两年了。对啊，这样子感觉很棒，因为跟这个大家分享新专辑之外，可以唱一些大家都哇很喜欢的歌曲。那今天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上，我可不可以请跟你可以跟我们现场所有台湾台北的这个粉丝们一起合照？好啊，那我要请我们的平面媒体朋友们可以直接。先拍单拍了，完后我们待会儿来到移到台上，我帮你拿一下麦克风哈。OK， 好，那我们请那个工作人员帮忙，就是稍微整理一下仪容。OK， 好，那稍微等一下，要不要稍微整理一下下？好，我们请这个稍微等候一下下，我们稍微这个调整一下，然后我们待会儿呢会让这个媒体朋友们先在台上单拍四叶草，完后我们待会儿会再请媒体朋友们来到台上，然后背对粉丝一起合照，谢谢。OK 吗？啊，好。对不起，啊，好，稍微等候一下下。那如果你刚刚听完了这些歌曲，其实非常喜欢的话呢，不要忘记。